们行脚台湾现在呢我们刚好呢在这附近叫做金砖山了，对哈。我们走到这边也祈愿呢每一步旅都能够感受到哈，感受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生命的源头，大家都是一体的啊，都是一体的。我们今日走到此地就是来祈福，一起世界战争都能够回到西方国，达到世界的